干嘛？我爸借了高利贷。高利贷？爸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？这是什么欠债还钱？欠谁钱了？不是您言语一声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借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、啊。什么就不知道？不知道人家缺这个，啊？你取钱容，算取对了。这家伙。后得靠钱融了，什么意思，爸？什么以后？爸，爸您别吓我啊，爸！不是，哎，爸！不是，哎，爸！爸！爸！爸，您怎么了？哎！爸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李万斌，你说话呀！我也是才知道，我爸为了买房子，在外边借了好多钱。你是李阳的家属吧？来，跟老先生见个面吧。啊！我问别人吧，你能听见我说话？不听听问吧，说什么？张天，爸，我在呢，我跟万斌会好好的，您放心吧。张天，爸，你没事，你放心啊。你跟我说句话行不行啊？啊，爸，您孙子还没抱上呢，啊？